博士精神为你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与博弈搏击联合冠名播出的职业搏击课程。今天讲师陈刚，我是蒋平祥。那我们今天课程内容是夹臂过肩摔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，可以来我们功夫者官方网站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吧。老师分散了注意力，你打来打啊，可以往上拉一下。拉手可以左分散，右脚往下上一点，后动的。再来一遍，换个方向了。做的时候你看，首先第一点，这手要抓住它，我们抓一般是这个姿势啊，抓住这手要抓大臂啊，然后我的右手可以打头部，我分散注意力啊，分散注意力，这个时候上个脚上右脚啊，右脚往左边上，上完之后左脚往回走，你看，首先看手把手抓好了，肩膀要进来，看到我肩膀是在里面啊，然后我屁股要顶着它，你要不顶的话，动作肯定做不好的啊，你看。然后，头一收，膝盖一绷直啊，撅屁股就可以了。上步侧右侧左脚啊，侧左脚啊，身体就蹲下去了。你别一坐是吧？这么高，那肯定不行的。肩膀先往下走，穿进去了。坐着上步的就同时的，看看，然后上一步，头一低，腿一绷直，撅屁股。好了，如果你这个上步的话，你一进来，你就你满足就行了。你进来了，肩膀插进去，插进来，把顶起来，一二，看吧，这个手抓紧啊，一二打一下上步啊，上步，抓紧，然后好，再退一步，身体要蹲低点，蹲低才好发力啊。看，拿。很简单，做空击啊，打头先抓好，打头一二，打头二，然后往后拉拉拉啊，上一步啊，上一步啊，一二啊，可以啊，中慢，你看着啊，打头啊，抓住之后，然后上步肩膀压低，一二，身体转过来，然后手往下一拉，头一低啊，一绷就可以了啊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课程内容到此结束。